我那搞一截了，我哪个呀？全部十，包走了，马上去包啊！来，姐姐，看你的鸡蛋哦。你这两个听我讲哦，我今晚要卖恁黑银啦。有当时我要卖几样物件哦，讲真个啦，我那足讲究的。哦，我不是讲有黑银啊，凊彩一个手中球员，咱就卖，不是安尼，绝对不是安尼哦。哎呀，咱有在条经营，我今仔日绝对不是安尼做。来听好，这包黑银注意听，后壁这几个你甲看了啦。冷冻白虾仁吴鹏发，一包几罐？一包几罐？一包只，一包几罐？来，冷冻白虾仁吴鹏发。简单来讲，吴鹏发就是无甲你发药啊。这只黑银你甲煮落有哦，就搞袂出你买只啊虾啊冷冻遐，当会沙沙啊壳白白，吃落去就感觉是一模一样，拢无加有诶无啦，没有发药的啦，吴鹏发啊。哦，这种物件我家己要吃，我唔才卖予你。啊，我不爱吃，我起来才卖你。用啊用药啊，我家己都无要吃，我搁卖予你，无可能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恁放心嘛。啊，这有 Q 无 Q， 你吃就知，这唔免搁抓，我搁抓伊外好吃拢无啊，你吃看卖啦，这都无法的啦，天灵啦。啊，这三叔啊啦，馒头三叔来卖啦，卖下去大只啦。这只要这一包会当讲是只要虾的量啊，一包啊就是外口一盒的虾的量啊。这只要敢唔免300块，唔免300，一包嘛来二啊五。啊，两盒虾敢唔免500，无法嘞，对吧？啊，我来讲，你今日甲我买500的啦，我一包送你啦。我等于只要虾的量啊，卖你170块，啊，这个唔免背卡阁方便，对吧？啊，你甲我买500，你嘛卖阁考虑啊啦。我一包无卖，我送你啦。啊，两个甲我买啦，保证无发药的啦，500就好啦。够来要食虾仁的无？我爸吃好啦，这无健康啊！咩啊，这较健康啊！两个来，你呐吼，你这黑银全装去哪会当买啦？啊，麻烦要买，你落去人讲，你落去尽量去买无红花呀，就是无去发过就对啦。哦，对，哪会当买啦？你若感觉对我上，你去对买嘛 ，OK 啦。啊，你买无发过，安尼就好啦。啊，无，莫去买发过啦。发过吼，你若正常发过，我讲真个，咱嘛咪讲发过无好。咱来讲哦，咱检验有过发过，好发过，安尼是会使。啊，我讲真个，登记是不是？当然嘛是食无法的较好，敢是安尼？500都有买啊？五包，你敢有食袂了？想要买两包，再去食看卖鱼啊？讲来鱼啊？讲这定来揢一盒虾过。我甲你讲这安怎买啊？我甲你讲，你就听有啊。我定义就是这有卡的嘛，这是有卡的嘛。我卖这是二三码，然后这是三叔啊，这啊细只，啊这啊大只，这个教袂输卖你一盒虾啊125的价钱的，这哪有啥物好准的？拢无发油啊？够有人要爱无？够人要买两阿鸡啊？我食看嘛。鸡啊，无啊。无发嘞啦，无发嘞，我才要来推销啦。嘛，若发过，我搁直接一直叫你买钱，我嘛唔对，拢无发嘞啊，拢有啊吼。来，安尼甲收起咯，甲伊甲收起。来，要买客个。甲伊好食，来伊要虾啊，客起来，你甲客起来。啊，当然这个愈贵啊，哎，这个愈贵啊。虾啊，我讲你听哦，愈大只一定是愈贵的虾啊，不管做一国的啦，啊，我这泰国的啦，人讲哦。白虾界的 LV 就是你讲这只，泰国的白虾就是人讲白虾的 LV 这只，看伊个脚，红脚红手，搁大只，搁 Q， 搁长，搁短，大只无？二三啊上粗，这内底拖13至15岁啊，上大只，叫啥？这拢唔是我写啦，这为外国进口过来啦，活动白虾叫啥？活动，这人唔是活动啊，绝对袂当拍这四字的啦，好，你放心，二三啊叫啥？靠人唔知这好买无？20、25就是一公斤的白虾，21至25块一公斤，安尼听无？啊，甲以此类推，即若比如讲61、70的，就是一公斤61至70块，迄叫61、70。阮讲6、7啊，要食白虾泰国的，唔免阁过滤啊，品质上好个啊，唔是因为我卖品质上好个哦，只要伫外口你买着泰国的白虾，品质就是拢一支个，哦，你绝对袂漏贵个。啊，当然伊的价钱一定是遐悬的，两个人去搞买，唔免3000，唔免2000，1500咯。来签咯，只要我阁送互你，新价钱的只要够你。哦，起码人人一只手机嘛，我相信这个美女嘛，手机第二手链嘛，你还不是要分开5分钟？你去虾皮拍国王枪，这3000万元拍落去虾皮，看我直接讲话一句好难无？这3000甲拍落，只要未出现伫你的面前，伫你的手机内底499块一模一样的同样衫，拢装同款。哦，安尼3盒就是1500块，我卖1000块恁俩，啊我拼量的，我拼量的，你只买着你就赚500对无？只要免钱，要送你两下搞买落啊，1000块我了。1000块，有人要食白虾无？白虾够人要食？1500，拢有啊吼，够人食袂了，你想要买两下要试一下，无要紧，500嘛无要紧啊。500，你当试一下看卖500块。500来。拢有啊吗？够人要500块的无？500块。白虾大只的白虾，二三啊上多正活动，500呢？好，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，有我先甲切咧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无我甲下啦，这还袂退订。
好啊，你够买了什么无？你够人买一只鸡啊，五个无？一百五只，一个。伊那个当阿种人讲的最后啦，最后就是讲大牌的贵后就是叫最后。哦，因为前两天就是迄九九重阳节嘛，鸡啊五个买来无？大牌你叫拜拜无？拜拜啊，九九重阳啊，正常咪拢会拜吗？鸡啊五拢有啊吼。鸡啊五。都有了吼。有啊，我先来收起来哦。好、哦，谢谢您，感谢您，大家来收起。各位以上，各位要吃什么嘛？我来什么？来。各位要什么物件吗？来，左边就要卖了。这个看门口是平，所以咱卖不走。来，左边要吃三个人给，唔免三百几啊个新价钱，一百块嘞。来，一个，两个。最后一包，一包。来一包。你无啊？咁来一包。老板，我往进来啊！恁客气，恁不过来休困啊。卖啊卖啊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，不要再强求了。来，宝马国王价钱收了着？无啊。来，宝马国王五十块，来拢理解啦。来，各位，宝马国王五十块个无？五十啊。还有人有五十块吗？五十啊。哎，你是有卖有了无？无。啊，这五十块你看袂了。我记得六嘞。哎呀，好事啊。我五十块卖袂了哦。最后四个人给抽干我了，来五十块了，要来无？好吃的丸子哦，这抽干的呀，这泡泡，这若普通只是一百五抽的，啊，最后变五十够抽的，够要五十的无？五十个，五十的吗？全部啊，都有了。老平台啊，啊，够两百五十够无？够啊，来家。最后一包五十，最后一包来。啊，谢谢大姐啊，该你也蛮该讲了，我今天没需要你了。我今天无需要你啦，啊，你遐智商好啦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大家好。各位食啥物无？无我们休困啊。大哥，我们啥物嘢？我们点菜无？我们点菜。啊？肉会记吗？白鸡两排，种咪咯？还是只鸡？咁你妈叫者？诶，鸡块存这两百块，当甲你麻烦，恁家什么存三十个人给百块的话，就要发声。来一个。好，今天我要吃两条，唔免三百几啊，我两百，要两百五两。阿姐，你要啥落下去哦？来，再次给你。今日要吃今天两条百五，咱都有保利龙。我要炸雪迄种的哦，阿仔婆同我处理哦，阿无许两条，阿无去大声阿仔婆先处理者，阿无许两条来，就交到你手上。来，各位要吃什么包？我要什么包？这里面什么鸡腿？应该是一支啊，一支啊，应该一支啊，这个箱啊，敢是？啊？未记哩啊！你看卖啦，看卖啦，老未记，你看卖啦。敢是这？一支敢是？唔是讲唔是哦。来啦，咱聊啊聊，那个鸡片先的鸡，小只鸡片先的鸡，也你敢放心？啊，走啦！来。一支哦，啊，这敢一支？来一支要吃，免五百，三百两。三百一支，三百两支，三百三支，三百四支，三百五支，三百。我逐天拢卖六支，你会当问阿姊啊，看我好笑无？今仔我加一支哦，恁吃七支哦哩。啊，因今仔无人啊，两三百两。三百哦。搁要吃鸡腿无？三百。来，三支哦哩哦，来四支哦哩，五支哦哩哦，六支。我今仔加一支啊，七支啊，我卖出价啊。三百块要来无？有啦吼，有就收了，有就收了，卖强求，卖强求，上个礼拜去，阿妹就出去无钱吼，卖强求，够不要三百无？够要什么哟？够要吃什么无？只好来讲，咱今日卖就卖啊，该卖咱嘛是来卖，吼，你听我讲，咱甲发一票人去送毛巾。我相信人家会钱啦，来你甲菜刀粿卖十二包去。我来到十二个人家准备请，百块二哦，大家无要紧，大家送了，大家欢喜了。大家高兴就好。哦，有人问说要去哪里自取啊？什么时候可以自取？哦，礼拜四当天晚之后，隔天就可以自取。但是前提是你要把单结完，要把单结完。来，如果单这样的话，就是可以。我今天每天我来朝外面休困难了哈，啊，感谢恁的支持啊，虽然今天是这样，今天南湖那放车，叫卖行程里面，可以在台南
彰化嘉义东南，谢谢，来，还有云林，云林这边至少都可以。你在我们的电视点四十分钟，你可以在我们的公司自身。啊，如果在别的县市的话是宅配啦，吼，宅配。就一天哦，你那个去嘛，吼，来，你搞一包鲑鱼哦，鲑鱼螃蟹。我们礼拜四吼，礼拜四会再开直播吼，就一天哦，来，这包是迄个鲑鱼，当然可以宅配。这一包吼，我弄百公至两百，几包拢卖，这都用这那个出秘书中，一包够哩。来，小志，你个包，我看几包，我甲你讲，一包过来，好，一包过来。好，可以点选我们的官方那官方的粉丝团哈 ，FB 的粉丝团，官方的 FB 的。啊，今天我就十二个人，就这边我是要回馈你的哈，啊，谢谢你。按那个来去逛逛。我先话备把拢准备了来 ，OK， 准备先。啊，啊，恁有抽着就抽着，无抽着也卖手机，后礼拜再来抽好啊。好，啊，谢谢你，感谢你。啊，今天就当作起人客啦，好人客，欢喜安尼啦。哦，恁后礼拜再来安尼就好啊。来，只要虾黄金虾，伊的虾也非常之甜。非常之甜啊！我来给恁看，内底有26至28份，26至28只，非常之甜，一盒。哦，我来既然摘出来啊，我来当回馈了，回馈了你，我就卖个车动呀。哦，了钱哦，大家啊，大家欢喜啊，啊，然后厝边头的，然后你煮的，外环境也好，在地嘛好，到介绍你吧。我们会到我们的商城，啊，你两包啊，我们下面留言区的，内底有28至28只，各家都去，各家都听不的，啊，只要我卖袂啊。只要我送给你就好了，来加了，一瓶六个，变一半，真正感谢你，哈、哦，真正感谢你。啊，全馆线上全馆2500元，全馆线上2500元。